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无意之路无双的邪武，无双的邪武，哦，一个简易叠珠的示范，哦，简易叠珠，蛮简易的。之前有教过了啊，因为影片太长了，哦，我也懒得录。但如果要录比较有用的一个测试的话，应该是我想是这一关到下一关的一个路径。哦，可以看到我的巨蟹，等级忘记了，70几级吧。哦，这攻击力还 OK， 我，哦，炸一次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首先破防，再炸，棒！看到了，这个血量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因为我没有练满。好，反倒是没有练满的话比较不会有问题，练满的反而会有问题。哎呀，会不会挡在哪里？哎呀，吓死我！突然间忘记了，很顺手就给他按下去了。哦，接下来打都是一滴啦。哦，简易叠珠的示范哈。我们开始就先打，所以没什么差别。哦，多简易呢，就是能够越简单是越好哈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从左下角开始叠了哈。也不能说什么叠不叠啦，这其实是蛮简单的一个那个出招的方式。垃圾车来了啊！这个对，今天没有垃圾，所以不用倒垃圾。哦，可以看到左下角已经开始有叠珠的样子了，哦，如果有看过我影片的人应该知道，哦，我在做什么这样。哦，攻击力我算过应该是没问题啦，哦，只是自己入场的时候 要稍微入场前要稍微算一下巨蟹的攻击力，因为等级太高反而不行。乱消。哦，其实就警示牌就好了啦，没有那么复杂啦，很简单啦。哦，不然怎么叫简易的，是不是？总之，下面就是让它交错就对了。像这样交错，哦，接下来就一 combo 一 combo 一直做就可以了。哦，这边我们还缺个光珠。哦，为什么我要排这样？因为我光暗的队员比较多，所以我交错排是这样，这样攻击力会比较大。哦，这边再摆一颗按就差不多成型。哎，不，不是，不是按了，光了。哦，巨蟹已经 OK 了。哦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。这边这一期还是消一下好了。哦耶！哦，然后我们就是先开破防。巨蟹不要急着开哦，开下去就哭了，哭了。然后这个也开。然后反正技能会被洗掉嘛，那我们就这个就全部一起开一开。然后这时候开巨蟹就直接就是确定一下。哦，对，开巨蟹哈。哦，好好笑了，开巨蟹，开巨蟹做什么呢？一波带走啊，对，没错。可是我血量不足啊，啊，吐血我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叠好了，我们再重来一次吧。哎耶，刚才是一个错误的示范，请大家不要随意学习，好没有？
要把技能全部重新再出满一次了。你想要奇怪怎么蹲蹲脚的，有时候就是会忘记啦，会忘记啦，对啊，哦，血量，欸，我是算好了，可是我忘记算滴血的时候是没有伤害的，所以现在要重新除技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压血只能压到4000多哈。看一下，大圣还有3回合，很快的，很快的，很快的，我们又出满了。做什么？不要乱削我的猪！还有1回合哈，所以这时候不用新猪。哦，就是目前就是最好的状态了，也没有再更好的状态了。哦，一样，这个一针开下去。哦，这个水弹，不，光弹，大圣压血，再夹我，呀，哦，那非常好，因为现在血量又变少了，有没有？其实我忘记算到这一块了。哦，啊，这时候记得指定旁边这两只。哦，为什么我要用锦衣叠珠？因为速度很快，2秒转珠而已。好，78哦，漂亮漂亮，好，哦，这样应该没问题。哦，太刺激了。好，哦，这是一个锦衣叠珠一个示范，好，哦，技能全部回来，非常好。哦，这一支的话 CD 归零可以用，哦，所以我们就也不用破防，哦，因为没意义，哦，这个巨蟹就给他，我想一下巨蟹要现在讲，啊，巨蟹等一下夹好了，压血用的，也就是慢慢打。靠，我在干嘛，它是 CDE 的，棒，哦，基本上巨蟹甲就是这时候了。好的，哦，这个压血一下，哦，我们还有补血的状态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哦，一针这时候还有补血的状态。哦，虽然说我现在没什么猪可以攻击它，但是我们压血还是要做到。对，非常微量的一个攻击。哦，非常微量的一个攻击，但是还是要攻击。哦，记得每回合新珠在没有十字的时候要消到新珠，哦，没有十字的时候要消到。没有没关系，因为我带的水压就是这个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关啊，我这个组合的话，因为那个希望这三只都有了，还有什么难关？哦，难关的话就是18关要叠珠那个部分要注意一下就 OK 了。哦耶！哦，基本上有效新珠就没问题了。有消到新竹就没问题，所以离得有点远，我们就转一下哈。错，这边转到一个强心的。哦，真的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组合是非常耗时间的哈。所以我就录精华片段，有没有？基本上只是叠珠的示范啦，这个组合一般人要有也不容易啊。哇靠，我刚转太快，我没有看有没有新珠就直接转了。这个要小心一点，不能转太顺
什么都忘了。多留几颗比较保险。好，这边是比较危险的，但是因为我带水油压，所以安全系数还蛮高的。这样，我不带水油压，就看大家技术这样。就是转越多 combo、哦、你越多 combo 就比较不容易卡新珠。哎，靠，少了一 combo， 太刺激了，刚没注意到。现在有点失神，因为转太久了。机械的话还不错、哦、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是可以开、哦、继续开，但是开的时候最好是压血的状态底下，就是再放个奥丁。那我现在台面上新出颇多的，所以我决定先不开、哦、这时候按住还蛮多，这一回也可以开了、哦、机械放奥丁。当然这时候我们就是尽量转高息啊，尽量啊，尽量靠，要转高息的时候反而会手残。打一万多，我真的有压血吗？我自己都很怀疑。好，刚刚我又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我又忘记看有没有行珠，就直接转了。哦，这个转到后来真的是会晃神这样。这一点是比较需要注意一点。哦，水月要出动了。哦，一次就好了，不用太多。哦，刚刚那个动作也要小心。哦，我刚转一转，那个心珠就不见了，被自己切开了。哦，转心。哦，水月就是这个好处。CD 3就可以帮我们弄新珠出来了。哦，这太危险了，所以我决定直接就按下去了。CD3 又出现，所以这个 CD3 我是觉得就针对这个队伍来讲，它还算是蛮灵魂的一个卡片。哦，这时候没关系，哦，我们还有一灯，哦，一灯。当然是最好不要两个技能都开掉了，能留的话尽量留。
还有一回合啊，注意哦，不要想说一等无敌哦。哦，所以如果真的这个对我来讲比较有问题的，我自己认为啦，是目前这个关卡比较有问题而已，其他的还 OK 啊。哦，这样拖了五回合之后，我这再十回合一灯又可以出招了，所以就是拖一下就对了。那十回合不一定好拖、哦，这十回合有些时候手残也是很难讲的。哦，所以我会搭配水和压是有道理的，就是为了让之前辛苦不要白费掉、哦。因为我也打了八几小时了，我没有特别去算，没有特别去算。可以看到我把那个星珠切开，哦，这样看我有三颗星珠了。哦，断星这时候就有点危险。哦，一阵还有五回合，应该不会在这时候。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差点功亏一篑。天降星柱，星柱哦，太刺激了吧！这跟世界杯有的比了，我觉得。看一下，还有四回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世界杯真的有得比了，三回合，这时候就是尽量做高吸就对了，不要断心哦耶，哦耶，太刺激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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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是不要动到一灯啊，其实转珠也没那么差，说真的，只是每次遇到这种不能断心的，都康博数就掉下去了。哦，由于没有补满哦，所以这个现在压血没办法做出什么动作，没办法做压血的动作，应该怎么说啊？哦耶，不用那么刺激嘛，好吧。好，压血了。好，因为我们星珠不够，所以还是要转。这时候就靠光珠攻击哈。哎呦，差点转过去。
这次 K 掉，我们就几乎就等于过关的啦，应该这么说没有错。好，可以看到为什么我没有在录前面那一段很冗长的关卡哈，就是光这一只就打这么久了这样。哦，当然主要是叠珠的示范啦。哦，其他关卡的部分应该也是到时候一起补给大家看好了，这样比较有参考价值一点。哦，下面那个光珠我就不打算再斜过去了，因为太危险。哦，左下角做了一个叠珠这样，我尽量不要，因为有时候看错。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哇 ，perfect！ 啊，现在就等于是几乎是过关的啦，所以真的是难关只有刚才那一关而已啊。其他关卡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。我这边因为攻击力太弱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一 combo 一 combo 跟他玩好了。哦，流星珠，哎、欸，哦，一 combo 一 combo 完是没错，可是我们还可以顺便做一个这个刚才的那个叠珠的一个动作。哦，反正都要打，我们就顺便叠。哦，这个无伤大雅。哦，因为爆发我们队伍里面有光属性的队员，所以其实还是有威力的。嗯，整排光都要消掉。哦、有些时候他就天降一下，就是、哦、上天捉弄人啊。怎么做个新墙是没做个暗墙柱是没有问题的。先把错把它靠我的暗墙柱。好，然后剪一叠珠的话比较方便，比较快啊，就也就不用太过思考，大概看一下就可以自己一颗一颗拉了，有没有？叠珠啊，给我消掉！哦，基本上巨蟹是可以先夹的啦，只是说我现在叠到一半了，我不想浪费，一波给他舒服这样。看一下哈，这边应该要放一个光的，所以这个先暂时解放一下哈。光的没有了，好，把暗属消掉。哦，因为光属对他伤害才比较有感觉了。哦，靠，好像在，哦，类似像这样的没有？诶，这回合是不能做攻击的，所以要等下一回。哎，不对啊，压血跟你没关系，可以直接夹了。他帮你打压血了，我还在那边跟他客气啊！靠，这样不太对，我现在补血补得回来吗？
算了，我要开一灯一下，懒得算了啦哦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怕不够，让它轰一下，我们再这样出招就好了。其实巨蟹跟那个奥丁是可以分开看的，所以没什么差别。然后就大概一下就好了，不用太过讲究。哦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转的是不是转的漂亮，这样就是反正就是转嘛。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看来我又得打了，这关也要打蛮久的样子。巨蟹侠是无属性的，所以你要靠你的光队打，这才真的蛮拼的。一样的方式继续叠，光的这个好像现在打蛮久了，大家应该没有人在看我看的哈、哦。对空鸣枪也嘛，什么意思？在跟着空气讲话。记得要消到、哦，一旦没消到的话，血是不会补、哦。总之，我们就是一康博一康博消，顺便做叠做动作了，这样可以有两次的输出啊。不要跌得太黑皮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会忘记你要消毒。你有一回合的容错啦，两回合如果都没消到的话，就直接GG了。奥丁有了，我再拖一下下好了。没有为什么，因为我想要下面多一点光柱这样。没有就慢慢做没关系啊，靠！把我的柱消掉了。哦，这样 OK。我上面光柱怎么那么少、啊？好，转不过去。你有这么巧吗？也只是掉两颗给我这样，没有光柱，很好。哇、哦，吐血了！有这么神天降就对了，直接把我左边的破坏掉了。这简直就是戏剧性的发展嘛，是不是？不要再来了。受够了、哦，再来翻脸了。你真的没看过我翻脸就对了。其实我翻脸跟正常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个感觉啦，哦。所以基本上我翻不翻大家是看不太出来的。再来一个
广州吧。终于听到我的声音，你不要再搞我了。哎，人家是在演哪一出啊？我自己都看不太懂。嗯，啊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哎，这是要放暗珠哎。我们等一下再来出招哈，就这样。压血，破防。我基本上也是不太需要思考，直接拉过去就对了。当然思考一下是比较好啦，无所谓啊。哦，继续加一下。我们来试试看用巨蟹甲会比较快啊，所以觉得爆发也是很少。王妃我还有30光，不然就是一个快速的简易叠组哦，直接收集光的就好，其他都不收集。哦，不用光暗交，光暗，不用光暗交接了，这些都是光的就好了，这样应该比较快。大概这样已经差不多成型，接下来就是等爆发，好吧？好，才讲完马上就可以爆发了，多好！哦，虽然说combo数不多了，不过至少都是光的嘛，哈。非常好，二四五，大概5万吧。5万，欸，其实我刚没有注意看我巨蟹甲多少血，就手转比那个叠数还多哎，欸，其他的攻击力真的很少啊，真的四分之一而已。欸，我们的巨蟹，好，等下接着看就知道了。好，通常你要巨蟹甲的话，这时候就不要再补血了。因为他自己帮你，因为如果新珠可以再来，还要多少星？3万多，欸，没有比较多哎，欸。那我看还是真的要叠一下珠了。多还是比较多一点，光暗一样，光暗交接而已，因为现在看起来攻击力是真的是颇弱的。
到手有点麻痹的，说实在话，这种魔队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最好是趁奥丁跳起来之前，我们就先叠好猪了。然后他现在在旁边 stand by 在等我们。就是不好意思，奥丁大哥啊，这个要稍微等我一下哈。那边还缺一颗暗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的暗啊，我就觉得这天降实在安排太妙了吧，一直破坏我的 combo 耶，他是知道我在叠的。稍微瞄一下，看这样会比较多。啊，忘记大声要破防一下啦，在1500也是有差的。哦，原来比较感觉啊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十几万啊，有十几万了。哦，这加一下。这边就打了30、40分钟了，太夸张了。所以这魔队真是要很有耐心啊，不过至少可以通关啊，我们这样想就好了。这时候要叠，刚转太舒服了，都忘记要继续叠珠了。哦，叠珠方法很多种啊，只是说我自己来讲是比较偏好快一点的方式啊，因为这样我比较不需要思考，就可以一直转。虽然说这样也是要稍微思考一点，但也还好啊。你知道做一 combo 之后，柱子就开始摆你要的位置就好了。哦，巨蟹在夹是真的夹的蛮少的，所以我建议还是叠一下会比较好。调皮哦，不让我斜转。哦，这样这时候又差不多，又快到那个奥丁要跳起来了，好吧？这时候再稍微点一点点好了。
工作好像不是很够。哎，真的不给光，无所谓，直接开。因为耗太多回合，我们又CD又挤满了啦。哦，总之就是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一个地狱，有没有？哦，一样继续叠。哦，当然有人会觉得懒得，懒得叠之类的，那也 OK， 哦，也是可以。只不过你要夹一次三万多嘛，哦，三万多，算了，263万耶。我还夹87次算了，还是叠一下好了。对，这个我建议还是叠一下。来一半呢，这很容易，真的很容易被破坏掉了。都已经交错叠了，还要我怎么样呢？叠一叠，我们的奥丁等下又差不多又要开跳了。漂亮，光珠了。直接开就好了，也真的已经蛮花时间的了。哎呀，大声忘了破防了，真的我是已经开始晃神了，真的。这个 CD 多少看一下 ,CD18, CD16, 所以直接开这个没问题。这样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我也不用去 care 说我转速够不够，哦，只是轻易的帮我补满血就好了。怎么没光珠嘞？
好，差不多奥丁要跳起来了哈。真漂亮，跳起来是跳起来了，只是我为什么现在今天是怎样按内破坏什么，一直破坏我的叠珠这样。破坏淋漓尽致，真是漂亮。我不晓得现在该怎么叠。连巨蟹都跳起来了，是怎样？不要天降光珠，好像啊。真的不晓得这样会比较快吗？还是一直夹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很难讲。好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我靠！哦，好像再又补回来。破防啦、啊！哎呦，没事都忘了、啊，就随便开开。不多。呀，不谢。当时就是练习了，好不好？练习那个叠珠的一个技巧，还有斜转可以练哈、哦。都不晓得我在干嘛。又快好了。真的能天降还是怎样？又来了，原来是弄我，我就觉得他虚的在操控我的游戏，有没有？没有了，随便说说的。
哎、欸，我随便说说，你随便当真了啊？太夸张了吧？那、欸、个光的。还没修到，再来一个暗，好，稍微消一下，把光暗弄出来，再来一个一波爆发这样，靠，想爆发哎、欸。好，就是这样了，播放。好，基本上这样转到七combo上不是问题。巨蟹忘记夹了，真是已经体力快不支了。夹，好可怜，攻击力哦。都要叠住了，再换一个新的玩意儿，好吧？五颗五颗叠了，好吧？啊，我们换完五颗的叠法，哦 ，combo 数自然是比较少了，不过就是已经有点那个，不晓得要干嘛了。可以看到我是从右边排过来的哈。哦，这边就要放一颗光的，这样才能达到五颗的效果啊。这种叠法有个好处啦，就是不用怕天降，除非狠，才刚讲完，除非狠的再给你两颗，有没有？一讲完马上给你两颗。够我的气就对了，然后这边再放一颗暗的，哦，所以我这边两个要光的，这个之前也都有示范过了，所以不用特别解释，反正看大家都看得懂。再无聊到一个夸张，因为打这种魔队的关卡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也可以开始摆了哈、哦，怎么个摆法嘞？就是我想一下、哦，研究一下路径，因为我要从这个刷过来这里，然后再来是这里，所以是，好吧，所以是还是继续摆石刀。当然，这样威力一定是不会比较强啊，只是我无聊乱玩而已。哦，这一颗的话，最好是不要拿这一颗。这个如果是按住起手会比较好，我刚没有留意到。
将有个有缺点啊，这 combo 做比较少。哦，纯粹好玩而已。好吧，随便玩。看一下我的路径哦。哎，奶奶。好，非常好，还是用原本的交错的叠法会比较好一点。刚忘大声也忘记开了，就是说差150，1500讲错1500，可是那也是攻击力的、啊，建议大家省一下，就赶快加一加就好了。光我现在录就已经录了快一个小时了，我是觉得感觉折腾人的队伍。变成怎么个一回事呢？靠，少一 combo， 要小看这 combo， 这 combo 就差很多了。几天低在打，真的是很无力啊。让我想到以前无惧之路了，那时候也是打好几个小时，不过打比这次还久倒是真的。那时候打哇，两位那个吃了两顿饭吧，忘记了，好像是吃了两顿饭的时间。看起来天降有些时候也是一个不错的帮助哦。
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夜，睡着的大提琴，安静的久久的，我想我已忘词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一什么东西忘记了。好，机械好了，伺候一下，这样好，打工，好，非常好，铁柱已经成型差不多了。哦，这次就快了，这次就很顺的，铁柱的那个样子就差不多就出来了。哎，不给我写了哦，不可Perfect， 我看一下哦，这个还是交替一下哦。哦，漂亮漂亮漂亮！哦，太可怕了！这路过去看起来蛮不错的。好，再来，再来 ，perfect， 4 5 6 7 8 9大概十万哦。好，就按照这个 tempo 好了。继续好了，要三回合。好了，我刚刚稍微有点恍神了一下，现在精神好了一点。好，在干嘛？叠着叠着，好像我的巨蟹已经好了，没有注意到了哦。他喜欢听我在那边鬼叫鬼叫的。
再来一个光吧。不给光哦。光。不给你哦。有给了，给了。好，这样应该是差不多。最漂亮是天降这个暗珠，哦，漂亮漂亮，真是天降暗珠。不过我是要这个位置，不是这个位置，无所谓啦，照打。非常好的大圣又忘记破防了，哦，非常好。快麻痹了，我的手。哎呀，破坏掉我原本的叠珠了。哎，怪怪的。哎呀，怎么会叠得这么漂亮？好吧，破坏就破坏了。好，不然我们来玩一下刚刚那个游戏好了。我这时候巨蟹可以先夹一下，哎，来不及。
的时候按钮多好，不过我不建议放按钮，我没有建议要放按钮。嗯，刚好就是这样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是这样没错，试试看哈。非常失败的一个叠珠。破坏我两个叠珠，危险的，现在一定要转。好像我们压死，不然真的当场命丧黄昏。打了这么久，现在给我继续掉，我会想杀人。哦，吓我一跳！就这个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能手残。灵犀真的就是要下地狱了。好像没有水流一样，不然我真的哭出来。哦，因为前面的关卡是都没有属性相克的这个问题啊，所以打的话就觉得没什么感觉，而这边的话。属性相克剩下四分之一，所以我要打的是等于是之前的四倍的时间。这大概估的话，你就是这样大概这样算就知道了。大一点再轰他，反正奥丁放了 2.5 倍没感觉，起降我宁可慢慢打。哦，可以看到我直接拿水柱当做基底了。好了，悲剧，悲剧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